在对抗路线上能打的打团都不咋地，团战比较猛的单挑都不太行。那有没有那种线上强势打团也比较强势的英雄呢？有，就是冷门英雄哪吒。可能是因为玩的人都是绝活哥，哪吒的胜率一直都很高，不过这也恰好证明了这英雄适合拿来上分。因为对于一些新手来说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哪吒对线。哪吒的特点就是超远距离的突进，能够随时支援队友，自带真伤和重伤效果，专克那些高回复的坦克英雄。哪吒的大招释放距离几乎横跨整张地图，能够无视任何障碍，从任何地方直冲脆皮，同时还会增加自身的韧性。再加上哪吒的坦度不低，可以真正做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大招的吸地时间太长，而且不太适合在对线期使用，在四级时候线上单挑属于少了一个关键技能。哪吒的被动是只要进行攻击就能灼烧敌人，每秒都会造成真实伤害，而且灼烧过程中还会减少35%生命回复。这个被动让哪吒在对抗坦克英雄的时候，尤其是那些高回复坦克，占尽了优势。就算对线碰到打不过的英雄，也能靠着被动的消耗保证对线不会吃亏。所以哪吒这样的冷门英雄真的太适合拿来上分了。